绍的是来自不伤害 Organic Farm 的另外一个产品，那么这个产品呢就叫做这个红毛榴莲茶叶包。 OK， 那么这红莲啊，红毛榴莲呢在大马呢是一个很稀有的水果，因为第一呢就是难种植啦，那么第二呢就是它要了照料啊照顾啊要非常细心的。 OK， 那么我们很好彩就是有这个 OK 良心企业品牌啦，100% organic， OK， 来自上海 organic farm 的一个果园的。那么果园许先生呢是我的好朋友，那么我去了果园几趟，那么他给我看到呢，就是哇，他很用心的去种植每一个东西这样。好，那个茶叶包呢，它的茶叶呢是100%茶叶哦，没有混合树脂泥土 ，OK， 他们是良心企业。好，言归正传，这个红毛榴莲呢，经过医药证实呢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，它都含有一个超高的维他命 C， 还有就是很高的那个单宁酸。好，这些物质呢都能够很有效的抗疫。那么就是说，如果你是 OK， 比如说你非常喜欢做保健的养生的，那么一定不可以错过呢，就是这个茶包了。好，因为呢这个茶包让你可以很方便 ，OK， 去到哪里都可以喝这样。OK， 如果你是本身呢，如果是血糖低的话，那么许先生有个建议，就是说血糖低的人呢，他会寒。红毛榴莲带寒的寒性的，所以如果你是有 OK 这个血糖低的问题啊什么啊，所以一个礼拜可能只可以喝1到2次，好，就不要每天喝啦哦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记得要养生要保健，记得认清这个品牌 ，OK， 不伤害 Organic Farm。